Hello，我们在燕南山这边，然后山下，然后找到一个，这个好像就是似曾相识的一个，类似在存放粮食啊，一个暂时的那个，有点像我那时候拍那个，我那时候看了一部影片，一部那个历史的那个美国军方那时候记者拍的一个那个1994多少？好像1945年吧，我那时候拍的影像，蛮像的呢。哦，就是这种，好像临时在放那个一个那个，不是停车场啊，不是在停车的，也有点像哦，蛮像的。我看到这个觉得好熟悉哦，我想说赶快拍一下这个遗迹，搞不好也是有这个了。你看，因为有山啊，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个到底在哪边呢？然后这边。地形地物蛮符合的，有没有？燕南山这边，你们看到这个？不然通常这种都被拆掉了，拆掉了。我回去再比对看看啊，是不是像影片上是不是这个点？因为那时候我就找到一个在他们在放那些运不过来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有这个影像，有没有？等于是说，在放些那个运补的弹药，临时先放的那个啊，因为这边以前是军管地方，是有可能，不然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在。对，有可能。对，那我到时候就去影片再重复看几次，真的觉得是这边的话，我再拍一下影像记录。OK，好了，最后喜欢片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